莫莉啊，找我有事吗？你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你晚上没出去吗？这么晚了，我能去哪儿啊？哟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啊？ 我一直都很关心你。哦，是吗？我反应很迟钝的，你要是追我，可得明说啊。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一直都在追你。追我，也是要讲证据的。 可不能随便乱说啊！我是不是话没说明白？
还有哪伤了？脚丫子。